tài gì không ạ?打赢那个锤子打赢了，谁太拉胯了？我感觉我们杀完锤子应该随便打的呀，凯隐的问题吗？不知道，怎么打完残，你们的技能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是你们两个太拉了是吧？怎么打完团战？哎，小哥，我有单大买卖。小丑是吧，狼人啊？不买鞋，买什么鞋子？还行啊，下路单杀了，上路也打过了，那E集团就没那么伤了。嗯，这个双招。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。哦，你们穿墙。双招不用，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啊。你这一个技能不用是吧？打下地图啊！哦，我忘了。好的。好的。等六级，等六级，等六级，不着急。哎，这家伙是干什么？小丑，我操，这也能漏？哎，不会被抢龙了吧？你这好像没有玩不了了呀，你这样，你这波剑死了怎么玩？这波剑能死的，我操，彻底玩不了了呀。
这咋这么玩？我操，掉三个塔皮，等于被单杀了三次感觉。这把出可血吧。漏刀说明起杀心了，没有漏刀是因为我看看队友但没打过，心乱了。你小子在打峡谷先锋是吧？啊，你要我就给，哎，不给，把峡谷先锋给我交出来。嗯，不给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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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给！哎呦，这个豹女的这个皮肤的标真的黑不溜秋的，看不见，你知道吧？我真无语了，这被标到了，我靠，没看到啊，真看不见，我靠，我还特意往这边走的。很早以前我就吐槽过这个点，真的黑不溜秋的，看不见啊。感觉用这个皮肤命中率会大一点的。好闹的玩儿！好哥们儿，哥们儿，我就把峡谷先锋控了。哇，没闪！追不上豹女啊，他法穿鞋。那就是我摇滚的方式。哎呀，被秀了！我塔皮还没吃到，亏麻了，我操！
这把劣势有点大，怎么感觉中野，有点可惜呀、啊。哎，我这波也没打好，哎，把杰杀了就好了，可惜。哎，走位不了呀，这个墙角很难走位。我得出影魔刀啊！哎，上路塔也给拆，中路塔也给拆，全部给拆。我的塔呀，我还没吃掉，还不如硬把这个塔吃了呢。我真的吐啦，他可以溜我，因为他有锤石，就我来他点锤石的灯笼走就行。跟我一下呀 ！W 也开了没用啊，又来了个人。有情况吗？有情况吗？有情况吗？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维鲁斯两剑打不过他，他带个锤石，我也没队友。2.5，两个1000块，尝试一下吧，万一拿到了呢？拿到了说不定还有机会。
算了，先出15吧。这露露半路来死了。 2000块在我脸上，都放弃了，那就玩不了。 这是我是不能理解的。不是一把游戏四个队友不玩，这怎么玩？对呀，这妖姬从头到尾的问题太大了，他可……哎，算我倒霉。